那六三幺，我是丽丽，我们要去看 VR 猫猫，对 V 猫，想飞奔，飞奔而去，快点快点。远远太远，请靠近，请靠近。体温36.5，欢迎光临。我的天，请举手。好，那我现在已经抵达了超新智能海洋馆了。那今天的行程的话，就是要去体验的互动体验。要再拍一张哦，妈妈没有拍啊，我带妈妈一起入镜啊。哎呀，那个海洋啊，Ocean。哒哒哒哒哒，布布去哪了？他提到那个最里面去了，然后就要走近，对不对？小猫猫，我是在叫猫猫，不是叫你。嗯，你拍一下它，它很可爱。嗯。嗯。这样放你不要。还是你叫你妈妈来。不然就不给你巧克力了。快去叫你妈妈来。你叫妈妈来，我可以给你100根天神巧克力。去叫你妈妈来，小妈妈，小手过来，搓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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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收回来，妈妈你看，妈妈手掌，搓搓搓搓搓搓搓，哎，放开，它又收回来了，我晕了，哈哈哈哈哈，怎样？好可怕。中间那个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啊。我们四个人刚好可以一梯次，他一次五个人。好，谢谢。好。你可以吗，小胡？可以。好。好酷！我觉得最恐怖的是过那个山洞啊！对对对，我感觉自己已经然后下去的时候，好黑呀！啊，好玩是被鲸鱼弹起来了，对，那个很好笑。恐怖是下到那个深海的时候，哦，我突然心里一紧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海好黑哦，有点在海带的时候，我想要把它抓下来吃，哎，海带的时候，我想把它抓下来吃。我觉得最可怕的是那个鱼群的时候，看猫咪。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还好。潜入海底的时候，我还有小鱼子在淹没。哦。那沙丁也蛮美的，但是哎呀，那要保护自己，要回去。一声慢，然后突然快，然后再热。你要挑战跳？它里面好像还可以有分数啊。你要挑战跳猫猫舞吗？是在那个。我帮你配乐哦，三、二、一、二。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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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潜望镜。男士们请进。谢。来，一二三四，哈。好。是。要追着鱼跑啊。哇！我是第二名，你太强了，来，把猫咪下来。谁叫我是先级？我是
新冠黄带鱼。来，金德分王不是吗？好，谢谢。走了。真的。这眼镜完全看不到，但你只能这样子，那一直爬坐着。你戴眼镜看了、哦？他跟我说要拔掉眼镜的。我完全看不到。对啊，我也是雾雾的去杀那个。但我看到了，杀那个鱼啊。他就是游过去，然后你就跟着他的这个。对啊。戴眼镜没戴眼镜还是一样的雾的，你只能看到哪边有鱼去射哪边而已。对，基本上。就是他戴隐形眼镜来，他要是游过去的时候，你就跟着他的那个，对啊，你就跟着他扫射就好了。然后那只金鱼一直打来打，因为金鱼要打。我一看就知道是要打，我不知道到最后才知道要打他才会有分数。可是我最厉害是蓝金啊。我打蓝金分数最高，对。啊，妈咪打什么钻什么蓝钻鱼的，小鱼的最厉害。我打抹香鲸。你是抹香鲸最厉害，你不是你是黄带鱼第一名的、啊。哦。那、啊、爸爸是什么？因为我一直遇到黄带鱼、啊。不准，爸爸是打那个章鱼。你是打黄带鱼。章鱼哥。我没有注意看我吃几条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第二天有玩过吗？真的够玩了。哦，好，谢谢、啊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刚才那个海豹的好玩吗？好玩啊。哪里好玩？很可爱啊。有没有可爱？有。大家好，我是丽丽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把这个去扫描喽。它会在荧幕上面金色的球。哪一个金色的球发亮？
旗？对。对啊，它有旗啊。对啊，那眼睛要很厉害才看得到，对不对？那有一条一条的透明的。你们画完了？对啊，我画了一只猫毛鱼。猫毛鱼是长怎样？猫毛海马。妈妈有拍吗？有。很多毛吗？没有。你们要让小孩子看什么？哦，他在摇尾巴，这么高兴。因为他看到毛尾巴了。毛尾巴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毛尾巴鱼。最深刻的就是那个这个海洋保卫者，第一名的呀？对，这个最难。然后最刺激的话是红色那一道，那个是那叫什么蛋形的冲锋号，先锋号叫。对，然后呢，如果是最可爱的就是那个海豹的海豹家族。那上台的订阅我们去上六点的圈圈啊，四点半GoPro停止录像。